喂，不如打你啦！我成日同人讲 ，rap 唔系用嚟强身健体嘅。你想强身健体，你可以打乒乓波，可以打羽毛球。rap 系用嚟 battle， 所以我哋会搞一个擂台比赛，唔系一般嘅擂台比赛，系 rap 爆你个擂台。我就邀请香港所有嘅高手嚟参加。做咩啊？怕输啊？唔 rap 咪唔会输咯。但系要 rap 就要赢。免啊！我几时截止啊？5月22号。咁我几时公布啊？5月24。咁喺边度见啊？就 APM 首映见啊！